瑞祥四座电动飞机昨天在辽宁沈阳实现了首飞。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派出两架带红外摄像无人机实时传输火场信息。由沈阳航空航天大学、辽宁航空研究院自主研制的新能源瑞祥四座电动飞机成功首飞。沈阳航空航天大学，给你一个东北最牛大学称号。 Hello， 我叫小瑞，我也是沈航的孩子。自2017年首飞成功以来，我便 C 一个频道，我要向你们展示沈航别样的生活景致。一等待想起了下课铃，一定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闷的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个坏心情，我为你弹小朋友舞曲，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想着你。 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。你的学校曾为你做过什么？看沈航带给你最温暖的感动。我们给学生花的钱，一分都不能砍，一分都不能省，一点都不能减少。 春风和岭不如校园有礼。近68年来，沈航一直秉承着德能并进、勇毅祥远的校训，坚持人才强校战略，云集了一批以院士领衔、国家百千万人才专家组成的高层次人才队，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。 在疫情防控期间，沈航在人才培养上做到了方式转换、标准不变、保证质量。近年来，凭借就业质量高和毕业生满意度高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。神水滔滔，灿灿朝阳，在最美的年华遇见沈航，放飞青春的梦想；在最美的沈航遇见自己，遇见更好的未来。相约九月，遇见沈航。